好，刚刚看的那个影片哈，哎，蛮有趣的，对不对哈？各国的文字呢，长得都不太一样哈。那小朋友，你也不用先会念，我们今天只是让你来看看文字，所以你不见得要会念哈。那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边，San Lak Kun, this is I Love You in Thai. Saranghaeyo, this is I Love You in Korean. Ya люблю тебя. This is I Love You in Russian. Anna Behebek. This is I love you in Arabic. How 刚刚那个这个各个国家啊、I love you 的这个怎么讲？哈，各个不同的语言的 I love you 怎么讲？你们有学起来吗？我觉得它有点难哦。我听了一次，可能还学不起来。那就是让小朋友听听看不同的语言。然后你看这个，像这个 Arabic 就是阿拉伯文哈、你看它长得这样子，卷卷卷卷的。好、这个 Anna Behebek。点一下，还有声音嘞哈 ，Anna Behebek， 好难哈，没关系，我们认识哈，说不定哪一天呢，你出国有听到，哎，你就会有印象啊。好，那你看这个Russian， 好，俄文哈，那俄文的话它很有趣啊，你看它有些字母好像就跟那个英语字母很像，可是它颠倒过来，像这个 R 对不对？好 ，Я люблю тебя。Я люблю тебя, in Russian, 哈，俄文。然后这个你们可能比较知道，因为你们看那个什么韩剧嘛，对不对 ？Saranghaeyo, Saranghaeyo, 哈 ，in Korean, Korean, 韩文，哈。好。San Lakun, San Lakun, in Thai, 啊 ，Thai 就是泰文。好，就是让小朋友知道有。这些哈不同的语言哈很有趣，下次你看到你就会知道说哦、原来这个长这个样子卷卷的，就是啊泰文啊长这样子有直的哈有圈圈的哈韩文应该蛮好认的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小练习 ，OK， 好，这是guess and connect， 连连看。好，那请小朋友呢，姜老师的影片先按暂停。你自己练练看吧，非常简单。好，小朋友，你练好了吗 ？Let's check the answer， 来对一下答案哦。第一个应该都会。I love you English， 好，我已经帮你练了。好，那下一个，这个呢？这个是。哎，老师不小心滑到，啊，这个是哪一个语言 ？Russian， right？ Russian。And the next one， Korean。And this one， Thai。啊，这个 Arabic。老师觉得这个 Arabic 的最难。好，那就先让你们轻松一下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呢，会复习一下 phonics， 然后我们今天要做线上小考哦。好，小朋友请加油。